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这个世界上有趣的事情有很多，那么可爱的小动物们当然不能够缺席了。来看一看可爱的小动物们睡觉时乖巧温馨的模样。小猫咪四脚朝天地依偎在妈妈怀里，张大嘴巴睡得好香甜。不一会儿，不知道小猫咪是不是做了噩梦，只见它的双脚不停抖动，却在一旁的妈妈感觉到小猫咪的不安，大手一把伸过去，将小猫咪紧紧地搂在怀里。母子俩脸贴脸，小猫咪再度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另一个睡得香甜的还有它，这只狗狗的双眼睁着大大的，但这打鼾声证明了它正在呼呼大睡呢。睁着眼睡觉看起来很神奇，不过根据兽医表示，其实狗和人的眼肌肉构造不同，它们在放松时会呈现眼睛半开的模样。下次如果看到你家狗宝贝睡觉时没有合上双眼，别太讶异，这代表它已经进入沉睡状态喽。而当猫和狗同床睡觉会发生什么样的趣事呢？狗狗睡到一半似乎感觉到寒意，一口咬下盖在猫咪身上的毯子，左拨拨右瞧瞧，就这样阿爸的抢下毯子继续睡觉。别以为猫咪没发现，看它摇摇尾巴表示抗议。不过这也让看这部影片的网友直呼，这抢被子的狗狗心机未免也太重了吧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